很好吃，奶油好绵哦。它奶油好好吃哦。配那个谷物很搭哎，好可爱哦！哎呦，它这就是公车改造，超漂亮，好香哦！你看里面也都是满满的植物，哇，植物种好多。对呀，它真的是一个那个巴士，真的是以前的巴士。这是以前。哇，我刚才忍不住点了一个草莓欧蕾。草莓欧蕾。对啊，这好可爱哦！你看看，整个就好少女，好适合我呀。这也真的很漂亮。对啊，巧克力。哎呦，抓个你怎抓的？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，太冲动，太急着想喝。没想到你会点这么娘的草莓松饼。松饼。可是它看起来真的很好吃哎，它应该就是那个最近很流行的那种草莓谷物。哦，谷物，对啊，对啊，来这里点这个就是一直不断的拍照啊，上传。它奶油好好吃哦。配那个谷物很搭哎。我觉得它配那个谷物，反而还比新鲜的草莓还搭哎。对对对对，很好吃，奶油好绵哦。你是真的爱来吃这种东西，还是你会骗梅亚来吃这种东西？不是骗梅亚，我是真的喜欢吃甜点。所以是本身就是梅亚。懂啊？可以这么说，我自己很喜欢吃松饼。真的、哦？我很喜欢吃松饼。松饼很好吃啊，可是它松饼好像跟人家不太一样，它松饼又好比较偏日式的那种。它不是那种脆的。对，但是它就是很软，我喜欢这种松饼。它搭配谷物好搭哦。我第一次吃搭配谷物的，没有看过这种。最近这种谷物很夯啊。最近吗？加牛奶都好好吃。来这边一定是要穿得很漂亮，那拍不完这样。可是呢，这边的蚊子很多。但我刚看到老板有很贴心的准备防蚊液在那边。在旁边吗？对。它这不会到太甜。所以其实吃的完。对啊，老板你好。你好。你来的路上可以帮我们带个卫生纸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谢谢。你怎么会想说要把这边改成就是用老的这个公车，然后改成这样子，还蛮特别。本来想说用货柜，然后想说刚好找到公车，用公车去改造，可能比较有味道。那为什么你这边会想要取叫鹿角？因为说本身玩植物很多年，所以就是养了很多鹿角菌。再加上我们两个主持人就是肉开谐音。哦，鹿角肉开，对对对，它这边这样子弄起来真的很漂亮。那你这些多肉植物都是你们种的？自己种的，自己种的。这里真的好适合拍照打卡。就我们自己花了半年的时间去打造，会把这个公车弄上来，然后整个弄起来这样。包含桌子，外面的桌子都我们自己做的。好酷哦。然后一半后面就是厨房，对，所以我们空间有限。但这样也很舒服啊，就里面很香，然后整个弄起来都很漂亮。对，这你们随便每一个角落拍照都很美哎。